山，山，山。嗨，小朋友你好，我是汉字姐姐，我们又见面喽。你看，这是我做的一个神奇的小世界，我好想进去玩一下。哇，小朋友，这里有三座山哎，中间是一座大山，两边是两座小山，这三座山合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山字哦。山字可以表示我们平时看到的山。终于爬到山顶了，我厉害吧？山顶是山最高的地方。哇，远处的风景好美啊，站在山顶就可以看到更远的地方哦。咦，这里有一个山洞哎，山洞里面看起来黑漆漆的，可能有危险哦。小朋友，我们可不要随便进入山洞哦。今天我们学习了山字，山字可以组成词语山顶、山洞。小朋友，你学会了吗？我要下山喽，拜拜。